木国民小学春校联合运动暨民俗体育大会，大会开始，主席请就位，运动员进场。看到有这样的一个仪式哈，都是完全都是用我们布农族的一个文化真的这个可见的尤其是我们乌鲁国小的所有的老师哈，尤其是我们秋龙主任呢特别的那么认真的把这个我们的文化哈带出了。我们就可以干得到，所以小弟呢非常的很感动希望能够以后呢每一个村只要是布农族的哈就是这样子。然后刚才各位去场的时候，用我们原住民的方式，因为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方法，突然想到我们可以布农，可以朝向这样一个独创的创造性的来做哈，就变成说不但很快乐，而且我们也把我们原住民布农的精神摆在里面了，真的是不错啊！那今天看到老师这么认真哈，这么忙来忙去，真的特别感谢我们的老师哈，很辛苦，然后才能够办成这样的一个活动。今天我非常高兴能够来这边参与我们布农国小承办的春宵联谊的活动。据我所知，今年是在乌矮立道，明年在我们乌路。我希望明年哦比今年更好，尤其是要有创意，尽量用我们的文化来展现我们布农族的最好的一面。今天看到的非常的好，不过我们明年做的要更好。